我们家孩子钱，没错没错，我告诉你强哥，这孩子在家里，除了他妈以外，我抱都哭。你看在豆豆姐怀里，也不哭也不闹。你这儿子知道他爸喜欢什么，受尽了色狼的骗了。行了，你，走喽，咱们找妈妈去了啊。福气啊你啊，今天有两个特别来宾啊，谁啊？ 哎，来了！哎，娜姐，来了！恭喜！哎呦，谢谢谢谢谢谢！恭喜！哦，谢谢谢谢谢谢！好久不见，上次的事情谢谢你。不客气。这位是。 在下朱振华，家里的同事。啊，那什么，大家快进去坐吧，啊，好不好？来来来，坐坐坐坐坐坐坐，来来来，哎，请请请请请。哎，豆豆姐，来来来来，坐坐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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我碰见你个同事，你打个招呼啊，好，跑过来。不掉，哎哎哎，别看了，眼珠子都掉盘子里了。 好吗？来，哥们儿，喝杯酒。对不起，我不会喝酒。我没听错吧？哪有男人不喝酒的？你要是不喝，你就看不起我啊？我们有缘相见就已经是朋友了。我真的不能喝酒，我酒精过敏。行，你不喝，我自己干了。 虽然我不懂喝酒，但是我对酒文化略有研究，喝酒应该小酌才有味道。哎，你和贾典娜真是同事？当然了，什么同事？我们都是深圳建祥会计事务所的会计师。那你们到这儿来干嘛呀？我们在这儿开了办事处，我和贾典娜是第一批来的员工。是贾典娜主动要求来的，还是公司派她来的？ 我们都是给人打工，当然服从领导安排了。哎，您是做什么的？我跟一朋友合开了一工作室。那您的工作室一定需要一个会计师给您做账吧？我可以介绍我们公司吗？可以，先把酒喝了。 电话联系，有任何需要给我打电话啊！打搅了，打搅了。哎，哦，你好，你好，深圳建祥会计事务所啊，深圳上面有我们公司的详细介绍。电话联系，有任何需要给我打电话啊！深圳建祥会计事务所，这是我的资料，有任何需要给我打电话啊！这是我的名片。吃好喝好啊！哎，魏豆豆小姐，我们公司的业务范围有很多。您，老朱，你在干什么？你喝多了吧？干什么呢你？啊，没有喝多，我在想魏小姐是接受我们公司的情况。豆豆，不好意思啊，那个他喝多了，他一喝多吧，他就把自己当成那种捡破烂啊、收废品的了。你干什么呀你？是不是想回去让经理让你去那个茶水间收茶杯去啊？ 走走走，行了行了，不好意思，再见啊。电话联系，电话联系。跟谁电话联系？电话联系。啊！哎呀，什么电话联系？不好意思啊，他喝多了啊。走了，走了，走了。大胖，我们先走了啊，他有点事。电话联系。他喝多了，哎，你们不用理他啊，拜拜。再见，谢谢啊。走了，看不出人什么关系啊。电话联系。
同事关系啊，还能什么关系？男女关系。没事儿吧你啊？人都被你丢尽了，跑这儿来发？你行不行？你喝了多少酒啊？成这样了？一杯呀、啊，一杯你就喝成这样，我啊！天哪，没事吧？啊？赶紧走，赶紧走，一会儿服务员看见了要骂了。很多客户，收获很大。你收获大什么呀？你这朵奇葩，我后悔死带你来这儿，你赶紧给我走。太阳没变绿啊，怎么队友这么好啊？改当厨子了？我这不是看咱们每天加班怪辛苦的，那也不能老吃外卖啊，多不健康啊！哎，就买了个电磁炉，随便弄了点。嚯，可以啊！啊，你还有这门手艺啊？嗯，而且啊，你今天还不用加班。魏总，你说咱们公司有个女老板就是不一样，这管理制度就是人性化。先别说，你先帮我找找那个上那个韩总的电话，我找半天怎么找不着呢？我名片都在这儿了，不能弄个名片，你家球就乱。不是，我这不是不拘小节吗？上哪儿去了？是不是这个？不是曹，去哟，这不就这儿吗？是这个哈。对，我先给他打遍。哎呀，哎，你没事吧？没事没事没事，你待会儿再吃。一会儿再吃，一会儿再吃。